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中国音乐研究院的节目啊。那么这一档呢，我们主要是请陈小龙博士来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次大选中间必定连任？我讲的对不对呀？是不是必定连任基本上吧，我可先把话说太满了，百分之百。？OK，他不说满了，我就是说陈小龙博士认为基本上。啊，这个川普总统会连任，但是呢，我没弄清楚有哪些理由，你可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基本上会连任。原因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就是川普过去4年啊，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了美国的利益，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呢，被疫情中断了。现在呢是在缓慢的恢复当中。那么，川普在国际关系方面，因为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国际关系始终是总统的一个主要的权责。美国政府对经济方面的调节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他的国际关系方面最大的政策呢，就是先是和中共这个就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盗窃机密和贸易赤字这两个大问题进行谈判。然后这个谈判被中共阻碍以后呢，今年上半年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关于中共怎么点燃的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谈过多次，我不解释了。那么，川普立即就采取了这个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各方面的措施，这样的话就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啊和世界格局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那么，川普连任以后呢？他是能够代表着美国正确方向的延续，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的支持。那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啊，一直是中共侵夺美国利益的受害者。现在美国沿着川普政策的方向走下去呢，才能够避免继续受害。那么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局势来看的话，我们谈中美两国关系的话，未来如何演变，不能光看美国打算做什么，还要看中共打算做什么。我在这个中国研究院节目里没有系统的谈过，但是我想现在简单的、简要的回顾一下，就是中共实际上选择了当年美苏冷战时期这个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重演，也就是说，苏联当年选择要把核导弹安到古巴，对准美国的佛罗里达，我给他总结了4个字儿，叫做"以短击长"。这是苏联选择的策略，就是说他知道当时他的核潜艇只有几枚核导弹，美国当时的北极星核潜艇有100几十枚，是他的几乎是一个整3位数对一个零头。那么美国空中的这个飞机所携带的，还有地面上的这个远程的陆基的，以陆地为基础的这个核导弹呢，数量是苏联的10来倍，所以对苏联来讲的话，如果在这个地面核导弹和这个空中这个携带核导弹去攻击美国，这两方面苏联都没有办法占优势，所以他选择了说"我以短击长"，就是说我把中程导弹，苏联数量最多的，从苏联运到古巴，对着美国，这样的话，你就我的短处就变成我的长处，我就可以对美国构成压制，然后逼着美国呢这个服软。那么中共其实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以短击长，就是说中共也是分析了中美两国之间这个军备方面，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这个力量对比，美国是3000多枚核弹，中共是300多。虽然中共现在还在继续的扩大核武库，美国呢今年刚刚宣布准备继续扩大核武库，针对中共也在扩大核武库的这个计划，所以美国准备再扩大1000枚，就达到4000枚。目标不是主动进攻中共，而是说构成核威慑方面的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的话，美国呢才能够这个保持在冷战当中，和中共之间有一个力量平衡上对中共的压倒性的这个优势。那么中共呢也看到这一点了，他知道说他的这个空军要想携带核弹头飞到美国来轰炸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的飞机飞不了那么远。
而且呢，飞机飞在空中很容易被击落。那么从陆地上发射远程核导弹，中共是可以做到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对美国有一定的威胁。但是美国在美苏冷战时期就已经建设了庞大的这个太空级的这种这个防卫措施，就是所谓的盾牌，就是要造成说中共的核导弹发射了以后，美国立刻能追踪，并且想办法这个把它击落，至少是让它不可能到达美国领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很清楚知道说，他要威胁美国，要和美国势均力敌的话，靠地面的核导弹以及靠空军飞机携带核导弹都不灵，处境和苏联当年是一样的。那么他想到的还是以短击长，就是说他用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一旦水深到了六，通常是核潜艇的这个在海里面是这个600到800米的水深。就是它的水下6到800米，这时候侦察起来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如果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再往下、再下潜一些，那么中共现在之所以在巴士海峡、在这个南海要建那个所谓的这个深海堡垒，就是把那些国际海域的暗礁全部建成人造岛，就是为了用这些人造岛群。来护卫他的这个以三亚的第二核潜艇基地为这个出发地的中共的这个战略核潜艇。那么中共现在只有几艘战略核潜艇，好像威胁不大，但是中共现在正在扩军备战，他是利用从美国赚到的巨量的外汇，还有从美国偷来的技术，特别是核潜艇的这个静发动机和那个。螺旋桨的静音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大概10来年前从旧金山那边美国海军的实验室偷走的。为他偷技术的中国间谍呢已经被美国抓，多少年前就抓捕了，但是这技术偷走了。所以中共呢最近2天，官媒宣布说已经完成了核潜艇船厂的扩建工程，准备近年内新建6艘核潜艇，作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所以对美国来讲，中共这种做法以短击长，美国没有其他选项，因为从南海要想穿过巴士海峡进入这个中太平洋，一旦这些核潜艇进入中太平洋以后，它的行踪美国很难捕捉得到，美国没有能力在整个太平洋上全面布防寻找每一艘核潜艇。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个。对，在这个所有的各个方面，对中共采取全方位反制，包括从经济上削弱它，在军备上要压倒它，同时在海军的扩建上要花很大的投资和力气，为的就是保护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稳定。那么，川普的所谓奇迹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避免美国在中共压力下衰落。第二个就是引导美国走出民主党一系列内外政策导致的国内混乱。那么这在目前的大选呢，美国多数民众看重的是第二点，就是他们对美国在中共压力下衰落的全部的这个图像不是很了解，美国官方也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原因是这是有点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儿。但是呢。美国并不是说已经处于下风，在扩军备战方面，美国仍然处处占先。所以，既然中共不准备有任何退让，而且不断的要升高冷战的这个层级，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和压力，中美冷战就没有再退回去的可能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冷战，无论是美苏冷战、中美冷战，一旦启动以后，就没有后退的可能，它只能就像那个螺丝，如果你。是一个有一种螺丝是只能顺着拧，不能反着拧的。那么它这冷战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你想倒着往回退不太可能，除非中共放弃任何扩军备战，这个从此这个变成美国的重新变成美国的盟国，而这个前提要让美国信任中共，前提是中共不在。当然，中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考虑选择。所以呢，对美国来说，美国没有选择；对中共来说，他不选择任何自己
下台以后中国可能和美国处于良好关系的那种前景，因此中共也认为他没选择。那么这样的话就决定了一条，从美国利益来讲，川普连任是美国利益最需要的。美国选民现在虽然我刚才讲了，不见得对中美关系的深层次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很多很深的理解，而且最主要是美国现在的喉舌媒体，民主党的喉舌媒体基本上不报这事儿。无论中共怎么讲，比方讲我刚才前面提到中共点燃冷战，中美冷战，这些行动都是中共官媒报道的，我看到了。我们在节目里反复讲了，美国那么多所谓的这个主流媒体，实际上都是民主党的喉舌媒体，假装当瞎子，他们就是看不见。无论中共做多少扩军备战的鼓吹，他们都是这个哑口不言。看起来这些喉舌真有点像是中共的喉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强调这些，就帮 Trump 助选了。他们为了打倒 Trump， 哪怕把美国出卖了，这些喉舌媒体也在所不计。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今年的大选，我们撇除拜登最近这个电脑门事件，即便没有电脑门事件，我也认为说 Trump 在选民当中有越来越大的支持。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看到，自从两党的候选人开始参加公开的选举活动以后，唱不到哪里，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的聚会，热情的这个去为他助选。很多人没有机会进入现场，但是他们一定要到场，要到场外去，要听，要看，要感受那种热烈的气氛。拜登同志他的竞选活动最少的三个人，多的几十个人。有时候感到我还看到一幅图景，唱不到一个所谓摇摆州去竞选，车队走在公路上，两边都是人举着旗子，你看着挺热闹，仔细一看的旗子全是 Trump， 那是抗议呢。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所以现在我很早就在咱们节目里谈过，民调靠不住，因为民调也是属于喉舌民调，是给民主党服务的民调。那么我也曾经在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喉舌民调用了这个主观抽样的办法，就是人为提高民主党选民在他样本中的比例，那这个不是真抽样，是假抽样，假抽样出来假民调，然后配合民主党的宣传，但是假民调骗不了选民，选民也不看那些假民调，他们只知道我的心跟着谁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美国大选呢结局已经定了， Trump 大概率胜选。这个话呢，我在一个多月前我就讲过，在台湾的这个年代向前看的这个节目里头我也讲过，我相信还是这样一个结局。好，谢谢。我记得很多次节目以来，李鸿声先生都反复强调啊，他是要投这个川普总统。我不知道他最近的情况产生变化以后，他是更加坚定呢，还是有所改变？那还是可以给你一次机会表现。OK， 好，难得给我一个机会啊！我觉得那个刚才小农呢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川普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当中呢，这个对美国国内国际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呢进行了很多调整。我倒想补充一部分啊，不是一点了，补充一些。一个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呢，在世界啊发展到了这个21世纪的这个10年以后啊，实际上呢，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呢，这个，原来呢是两极，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立，然后呢，走到了这个在随着苏联的垮台，然后呢，已经变成了一极独大。结果呢，在过去的这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后续的这20多年呢，中国进入了 WTO， 然后呢异军突起，现在呢已经开始在挑战世界秩序了，而且世界秩序不仅有中国的这个挑战，现在很多的这个一直在倡导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世界国际的秩序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哈，说现在很多的中小国家，小国家从来在国际社会当中从来不承担任何义务，结果最后他们在联合国当中跟我们有一样的投票权，一样的一票，所以呢，他们的利益呢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可是美国这个在这种国际组织当中都是他的这个承担的义务都是在 20% 左右甚至更多的义务情况下呢，结果呢却没有这个任何东西能够用来给他的国内呢带来任何的这种好处或者是福利。所以美国纳税人呢已经够了，他叫 enough is enough， 所以已经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才提出来要让美国再次强大，然后要重新建立这个新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呢，这个中国以习近平这个总书记为首的这个党中央也制定了一个新的要重新规划重新制定这个世界的秩序，当然就偏向中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呢这个总统呢应该说是应运而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预算上，在美国安保协议的这个美国的拨款上，在很多的地方呢，这个川普总统呢都在强调美国纳税人已经无力继续承担这些义务，你们要付钱的。所以在川普总统的一再的推动下，这个推动呢有时候会是痛苦的。所以呢，像包括默克尔这个公然的反弹，不愿意出 2% 的这个 2% 的这个 GDP 作为这个 NATO 的这个费用，那川普总统也非常明确一条，就是你如果不出钱的话，美军就撤军了。我们为什么要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来保护欧洲的民众的安全呢？所以最后是什么？欧洲最后很多的国家最后都把这 20% 的这个会费都交出来了。这个呢，不仅是对这个他们过去承诺的一个兑现，也是对美国纳税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回报。就是你不能无限期的这个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这么去用。所以呢，像这种做法，像包括日本呢，也是出了很多的钱了最近。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川普总统呢应该说在未来的规划美国在未来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的位置，规划重新建立新的这个国际秩序，当时这个当中呢都是发挥了非常非常巨大作用。这也就是川普总统呢之所以能够被最后更多的美国人呢现在所认识，不管是认同不认同，当然川普总统也是有很多自己的自身的一些问题，现在呢很多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呢正如啊这个川普呢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这个他突然呢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了，特别兴奋。他自己讲了，他说他跑去跟那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说，哎呀你看我已经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了，特别兴奋。你就在想啊，如果要是按照别人说的，说这个川普就是这么一个坏人，这么一个坏人，那如果是这么一个坏人的话，他会 care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吗？那不会的。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身上有好多的毛病。我是从个人来说，我说我不会去向他去学。但是呢，我觉得呢，他确实他非常希望能够在历史上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他希望认认真真的给美国做一些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点上哈，正是现在美国呢有很多的现在这个选民也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再给他四年。为什么要再给他四年？大家可以往后看，往前看，在过去的几任总统坐下来了以后，你看总统得到的什么？总统得到就是满头白发。你看克林顿、小布什，包括奥巴马，都是坐下来这个八年就满头白发。可是作为现在一个74岁的这么一个老人，还想再做四年再去工作，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希望把他的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口号呢最后变成现实。所以经过前三年半的工作呢，已经打开了局面，打开了这个缺口。像现在的欧盟跟美国的关系，从刚开始完全不接受完全抵制，和现在呢开始准备合作，或者是已经很多地方开始合作了。现在像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这个四个国家的联盟，
美日印澳的联盟呢已经组建，基本上组建起来了。然后呢，包括中国现在的中美贸易战打下来了以后，已经完全挫败了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锐气，现在呢已经从原来的上升势头变成了一个下降的势头。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对美国的整个的在未来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构建和维持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再有四年的话，这些呢可能就基本上就夯实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说我叫理性投票。上一届呢没把票投给川普总统，对吧？哎，他当选了。这一届呢，我说呢我要把这个票呢投给川普总统。我觉得呢好，讲完了啊，让他把事儿干完。OK， 讲完了啊，就是你是很支持这个陈小龙博士的这个观点，而且呢你认为川普总统也会继续赢得这个总统大位，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机会。别讲的这么，能不能打？什么叫有机会啊？谁都有机会啊？哎，不一定。那他有机会赢。但是我现在我不像拜登，没像小农那么强烈的说这个大赢，我觉得会赢。嗯，可能这个赢多少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有机会赢。是有机会赢，那是他会赢。有机会赢，还有机会输啊，还有机会输的。这个我不满意，我很不满意，我很不满意。那你这个有机会赢，但是有一点啊，我可是把票投给他了，你满意不满意啊？我那是你的选择，我不行，我不能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为了明镜，我也要把票投给他呀。我被认为、啊、害怕不害怕？就是政治面目不清楚的人，因为呢，反串的我也转啊，挺串的我也转，但是呢，在两个候选人中间，我是很多次鼓励了大家去投票给这个川普总统，啊，很多次在节目里面也讲了，在台里面讲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说赶紧去给这个拜登先生投票，因为。政治道德的问题啊，算了，我就不表演了，让这个郑旭光先生反击一下啊。旭光跑去准备子弹了。哦，他不接了，他害怕了。跑去准备去拿子弹了吗？没跟你说。他现在老是有一点身在敌营的感觉，知道吧？他特别委屈啊，特别委屈。去拿盾牌了。他特别委屈，怎么会这么委屈？我不知道奇怪，他觉得我们整个是一个啊，川粉大本营。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瞎话了？跑掉了？是人都有点急事嘛。那个，这个恒清说的两件事儿，他搅在一起了。我觉得还是要，虽然说是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反复重申。因为这个人经常会在这种思考问题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这个做事中间、辩论中间会忘掉这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第一个，你希望是什么？第二个，你的预判是什么？我觉得太多的人会把自己的希望，就是去扭曲了自己的这个预判的能力，因为预判是要完全客观的，预判你不能有。就是说有太多的主观愿望、主观情绪来影响啊，所以就是说你希望川普赢，这是一个，但是你认为他会赢吗？这是另外一个啊，这个是就是说你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分析，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中间有防火墙的，就像我今天穿这个衣服一样，提醒大家这个不要火太大，这个预判就是。这个应该是今天的重点。你说，你支持川普反对川普，我觉得应该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对，但是郑旭光先生是这样啊，就是说啊，我希望呢，就是这个节目里面你讲的短一点，然后下一次节目你讲拜登先生赢的时候，顺便一起批川普也可以。
所以你能不能一分钟左右就讲完，说我就不同意李鸿清，今天就可以了。你说一分钟，我尽量在半分钟给讲完。OK， 好好好。就说这个，我的预判啊，就是川普总统这个四年已经到头了，这个 formal year 不大可能 ，formal year 不大可能啊、就是我说不大可能，因为坚决的说是不可能，除非这个剩下的两个礼拜有惊天大事件发生，惊天逆转。我觉得那个概率非常非常小啊，就原则上来讲，我们不说这个，很不像恒星说也有可能赢，他应该加一句，就是这个拜登就没这个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确他的立场了，哦，拜登没可能赢，川普有可能赢，但是这个逻辑上就会有问题，是吧？那个不可能就意味着这百分之百的是可能的，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赢面太低太低。而且呢，这个好的，不仅是输啊，接第二句，不仅是输，而且会输的很大，不仅把总统输掉，而且参众两院都会输掉。好，谢谢谢谢啊，郑志光先生啊，郑志光的先生的观点啊啊，他会在另外一档中国研究院的节目中间很详细的阐述为什么拜登先生会赢，川普总统会大输。这一节我们必须要打压一下他的言论，因为这一节的主要的角色是啊，陈小龙博士和李鸿清先生。不过李鸿清先生有一点危险，我感觉到好像开始接近我这种政治面目不清楚的人了。还不可能呢，你不可能接近我。当然不可能了，我政治面目很清楚，我当时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会投票的。你投票是投票嘛，我要你做出一个判断啊，这个现在你说真正的这个拜登先生赢还是这个川普总统赢，你说川普总统有机会，那你不等于说拜登先生赢有机会吗？他现在我觉得他赢面，他现在原来他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他有机会了，这个时候。OK， 好的好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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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再见。今天啊，来做两个就是陈述假设性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现在大选呢，美国的政治的复杂性多层次，又是联邦体制，又是南北东西啊，差别很大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移民，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宗教啊，没有一个国家是每个地方是有这么大的制度的差别，所以这一次的大选呢，啊，跟以前一样的。局势呢是很难这个准确的预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星期的节目也不做最好的预测，我们只是做两个假设。假如啊，川普总统赢得了这场大选，我们假设一下是什么原因让川普总统最终在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主流媒体揭露了他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他所到之处有这么多人欢呼他？支持他，这个他靠的是什么东西来赢得这个这一次连任大选？这个纯粹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大选之后你再来说啊，陶杰讲错了啊，和平讲错了啊，千万不要这样。我们陈述是一个做一个假设。那首先呢，这个讲错呢，预测错呢，也常有的事儿，是不是？三十年前邓小平，这个当政的时候，我就听我老爸上一辈，中国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以后就会有一个中产阶级啊，有一个中产阶级就会像西方中产阶级一样要求民主自由啊，中国人是有希望的，中国人民是行的。这个预测实现了吗？啊，您说的，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文人知识分子在这里是个预测，我觉得是很无聊的事。虽然你叫我陶杰日是预测，我预测川普还是能赢的，嗯，但是现在还有两个多星期，所以我就这个先不说。如果川普能赢，这是因为第一，他是一个能做实事的人。他是个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人，他是一个敢呢，这个造反、敢打破陈规、另搞一套的人。这些人，这种人格在美国是受欢迎的。我们看1978年的这个好莱坞电影叫《飞越杜鹃窝》，
这里头有个疯人院，疯人院里头有个护士长在管，他规定看电视不能转台，不能转台。结果这个男主角就领导一批疯子啊，非得要转台不可，而且把这个精神病院里头白山的这个护士定下的规矩全部颠覆，然后他就带着这批疯子啊，溜到精神病院外面，然后还坐了一趟游船回来。所以这个叫飞越杜鹃窝，那个时候这个电影很有革命精神。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欣赏这种人，如果今天毛泽东主席在世，他一定说我投川普的票，为什么？因为我毛泽东像川普，就是齐天大圣跑到这个玉皇大帝的那个什么这个南天门凌霄殿，太上老君把他关在这个丹炉里头炼定七七四十九天，啪一下子就奔出来炼就金睛火眼。这一次这个川普不幸罹了这个患上了这个肺炎病毒，也四天就出来，这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这就是造反的革命的精神。啊，中国人民不是啊，这个非常崇拜毛泽东吗？毛，你为什么崇拜毛老爷子呢？啊，我们要敢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敢于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现在川普正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就是打破旧制度，另立新制度，所以他是个革命造反英雄。如果川普能够赢，那就证明美国人的灵魂啊，啊，跟这个热血啊，还是热的，还是澎湃的。我认为呢，美国人这个很多沉默的大多数，要是他们有这个理智，能够有基本的智商，他们还是能够思考的，是不是？当然，有的人听了这个话，就在下面留言，就破口大骂：“你是川粉呢？你是这个？”那我想请这些人问一下，你把川普跟毛泽东跟孙悟空来比，如果你认为毛泽东伟大，孙悟空《西游记》是个英雄，你不可能不认为川普是个是个坏人，是不是？你一定会对川普做出同样的肯定跟赞扬，不就是一样吗？你看，是吧？川普就退出这个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步是走的对的。你看那个黑不溜秋的这个什么总干事这个谭德赛，最近是不是老实了？老实了。敢哼声吗？不敢呢，是不是？如果川普再干四年了，还有几个组织他要退出了，联合国就退出算了，是不是？世贸组织也退出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根本没问题，造反精神我们中国人也欣赏，美国人也欣赏，是不是？所以呢，如果川普能赢，而且经济很好，这个股票市场，而且呢，经济它搞得不错，股市这几个星期一直上升。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些理智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肺炎病毒跟它没有关系。在纽约州、在明尼苏达州、在加州，美国的卫生、医疗、警察都是州政府管的，跟这个川普联邦政府没关系。他唯一犯的错误就是大嘴巴。他早就说了，我跟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他告诉我四月份就会好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他相信习近平啊，他相信习近平，你拜登不相信吗？拜登说过几次赞扬表扬我们习近平主席的话呢？你在副总统的时候，王立军跑到这个成都的这个美国领事馆，不是你拜登跟奥巴马决定把王立军把他交出来吗？那时候拜登你说过什么话？拜登那个时候，我不能给习近平主席惹麻烦，因为他是一位啊很开放的领袖。你拜登也相信习近平，川普也相信习近平，所以他转告美国人民，习近平主席告诉你们，到了四月份
气候慢慢变暖的时候就会好起来的，所以跟那川普有什么毛关系呢？一点都没有，是不是？至于川普不戴口罩，是代表川普代表了美国大多数的主流民意不戴口罩，因为美国人认为到酒吧了啊，去聚集啊，去这个喝酒啊，开 party 啊，这个比生命还要宝贵，所以这个这个川普代表这个主流，是不是？如果那个时候是这个拜登在副总统啊，当这个总统啊，死人一样多，因为拜登反对把这个机场封了，反对啊禁止中国的航班飞来美国，川普这样干了，然后拜登说他是种族主义，说他是排外，这些都是有案可稽有记录的，是不是？所以我想如果川普能赢啊，就是美国人的智商正常，